身处娱乐圈，时常就会被分手、被离婚。前段时间，邓超被拍到趁孙俪不在时，与之前合作四大名捕的女演员江一燕两人深夜撤聊。江一燕临走更是送给邓超一瓶红酒，面露不舍之情。邓超此举令孙俪气到炸，抱着儿子跑回娘家。杂志全文图文并茂，一下让众人议论纷纷。近日，邓超及孙俪现身上海虹桥机场，身穿大衣，戴着墨镜，潮范十足。两人一下飞机之后，见行李还没到，便来到一旁座位休息。孙俪手撑在邓超肩头，看着手机。过了一会儿，邓超拿完行李，两人便一起走出机场。期间，两人十指紧扣，就连指向前方也不舍得放手。一路上更是有说有笑，有力地回击了两人婚变的传闻。左边的摄影大哥，还是五 K 的。